前看到这个两岸的紧张情势有点一触即发的味道，可是没有啊，台湾人一副老神在在啊。哦，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最新民调说，你担不担心两岸之间爆发战争？将近58%的人都说不担心啊，都觉得不会打起来啊。啊，所以现在喊得这么大声是为哪桩？啊，因为许儿，我真的为这57.88%的人，我就想问 Are you sure？ 我真的不敢相信呢，这么高的比例啊！嗯，在那最近这么长的一段时间，几乎每天2天一次那个军演，还有连续的持续60几天的军演，这是这我长这么大以来很少见的一个军事演习状况，甚至渤海的那个演习啊，一路从7月要演习到9月啊，对，什么时候你有看过中国大陆有这样这么长时间的演习？